来吧，朋友们，看看吧，今天吃的可不咋地呀。我是真不想拍了，我就是想让你们看看一个女生知道身材管理之后，她有多么的海面。都胖啥样了，还不减减呢？她管这叫疯狂减脂拍。先吃这个，我再给你们整个饭。先腌个牛肉，就研究老长时间了。这个你得选择牛腱子肉，不能选牛腩。但是我这是牛里脊啊，做出肯定好吃，放心吧。这专业话题，你们造的还挺香的呢。挺好吃的，还是我都研究多少天了，终于把减脂餐研究好吃了。来，饭拿来。虽然是个减脂，但也少不了这肉。整点生菜，重点来了，调料汁儿，刚才那些都是用这料拌的。哎，你这蒜玩意儿真行。小米辣、青椒，这不提味儿的。有点芝麻，你看我特意研究的零卡槽。酱油、橄榄油，这都是买的。费多大功夫呀？我研究一个礼拜，我跟你说，天天都不睡觉。你是因为胖子睡不着吧？我就焦虑啊，最近就是研究完之后，我再也不焦虑了，就可以吃的又香，完了之后还减肥。我今天太给力。有生菜、牛肉、香菇、西葫芦，我咋觉得能好吃呢？你不要觉得，看着就好吃。炒米饭，哎呦，这盘也精致。我尝尝。你就告诉我，是不是吃多少都没事了？吃多少都没事，我还有东西呢。不知道啥？给我看看。这小店，好人。黑椒土豆泥吗？这不、香菇炒蛋。哎呦我的妈！好好吃啊！哇，颠覆了你对减脂餐的想象。真不真减脂？真减脂。哎，这真减脂，我天天都吃啊。土豆泥盖饭，我试试这么减脂餐都能破饭吃。是我这两年吃过最好吃减脂餐。今天吃个菜，凤姐过年了，清盘了。哎，你们觉不觉得今天这个才重？这个把我镜头了，这个真好吃。你们愿意吃那个？这个我打包啊，反正没人选这个，没人选。来评评这个，去皮了。来，我去皮。你们吃吧，我真整不动了，太香了，真香啊！你干啥去啊？你不吃了？我不吃，我减脂啊。那我们吃这些，好了。